我们再看下文，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啊，没有达到这个地位，就是圆教初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没有到这个位置，虽极勇猛如鸠突然，但以丈圆进来，这像竞争的来找你，逼着你不得不退转，进进退退是一种自然现象。那底下说，随令学道者如牛毛，比喻多；得道者如灵球，麒麟的球少。这世间已经没有麒麟了。弥陀因地，明其勤苦，发无上愿，以佛为德，令闻名人，即得三人，正不退转。这要靠佛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在因地，因地就是法藏比丘，怜悯这些勤苦修行的人，菩萨了，就是法藏比丘，发无上愿，以佛为德，他成佛了。阿弥陀佛的为德，是十方一切诸佛都不能相比的。啊，让这一些听到名号的人都能够得三种人：应相人、柔顺人、无生法人。前面一愿所说的啊，都能得三种人，真不退转。这个愿都成就了，我们如何得到弥陀加持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。那也都是在愿文里头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虽然品位不一样，不是没有，但是待遇平等，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阿惟越之是不退转的，圆满证得三不退，未不退阿罗汉，行不退菩萨，念不退化身菩萨。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三种不退转了，三种不退转保证你一生圆满快速成就啊，那你不信就没法子了，这个东西要相信啊，真难信。我跟大家做证明，我学佛三十年，对净土才相信。五十年才把一切经教放下了，一门深入无量寿经，真难呐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我的善根深厚的话，像海鲜老和尚
一出家就相信，就一门深入。我今天也可能到圆正三不退了。当中浪费50年的时间，真难呐！啊，所以这个看到经文，难信易行之道，我的感触非常深呐！啊，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啊，从不能接受，就勉强接受。啊，勉强接受。啊，我好好处就是没有丢掉经教，大乘经没有丢掉。啊，所以早年广学真的像黄念老师说的。啊，广学是为了深入啊！真搞清楚了，别的才放下，才一门深入。过去学习啊，这个讲的经教也有几十种啊，很多很杂了。啊，诚心净土，真心求生，85岁以后的事情，你就晓得多难。那为什么回头看看过去所学的那些法门，我们这一生想成就？那几乎不可能，这个法门行，有信心有把握啊，别的都放弃了。缘在退位，成佛愿力唯今不退也，即至菩提，是为大乾。这乾是庆幸欢喜啊，啊，我们如果舍弃求生净土这一门，84000法门，任何一门都进进退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能不退。寿命到了还搞六道轮回，那是大退特退啊，不晓得退到哪里去了。不是从无助退到出处，不是啊，那是菩萨，是修行人的，我们没到那个地步啊。啊，一退就退到底了。敌是什么？敌是无间地狱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又会说曰：“为难思愿力，以得一切德，不退于三人，同时去诸故。”这个真难得。你说怎么？能不求往生呢？啊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一得是你得生极乐世界，一切得全得到了。三不退，跟三人同时去住。啊，前面讲的三人，到后面还会细说。那与这三种人同时居住，这一句话太难得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
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深显弥陀一尘愿海究竟方便的妙用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